来个，哎 ，M73 狗都不玩，给悠着玩。对，死了一个，算了，先上楼吧，里边人有点多。 人呢？我靠！这三个人头给我拿的。 舒服的一批，独倒了一个，他们就最后一个了。 车太美了，无所谓，在圈内怕啥呢？ 哪来的？ 我车胎真被卸了吗？不能再开了。
有摩托，这个位置好，可以开。这边有人啊，标点在这边。他妈，我在坑里面呢。哎呀，麦田圈单人四排的噩梦啊，兄弟们！绝对不是甜品圈。哎，这边是啥呀？操！哦，这边那个山上，直接干过去得了，也没得选了。单人四排也别扯这里根扔了，就直接干了，没什么选择了。我在这个厕所肯定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干这个防区。又来了一堆，这是新三个呀，本来三个呢，没死全吧？本来这三个好像差一个。你看他没死。幻影术啊，好六米的人，这跑哪去了？
来 ，C 圈，我也用柚子的三年单身换个天命圈，柚子哥。妈的，没换成啊，这柚子。柚子的单身也不行事儿。七个眼，两个泪，够了，也不够。我看那标点那个房区有没有人啊？只能去那儿了，没得选择了。他那有人，那只能去那儿了。干了！应该他还在。我操！牛不牛逼？这开车，我远点一个。一打四打一，左边一个，右边还有俩。好了，这队四个人就剩一个人了。好了，这个人也挺猛的呀，这个妹控扶起来了，扶起来又毒倒了，一了两个，红城 PK 的。把车保一下，火车 PK， 不好打呀！这操，这个人塞进号，把人投掷物捞起来。好的，他没有。非常的难啊、哦！下圈没化妆，我直接开这乙B打他。用步枪乙B打还用喷子呢？用步枪嘛，他应该拿妹控点我，他换枪来不及，我直接拿回去那锁他。别眨眼，别无视，兄弟们，荒城避开！真男人大战啊！他就趴在那个小坡后头。大家都是三一套啊，看谁破了谁的招。如果我这把吃鸡的兄弟们可以，可不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面的微信去领个奖品，兄弟们，呵呵，领福利还得我吃鸡才能领啊、哦，真的是。来，兄弟们，冲了！
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直接一个一比的，非常的，非常的按剧本走。我们是冠军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十八禁，你们是46杀神级，帅呀！这玩家直接冲到这四个人，杀了三个啊！ 小六少一波，兄弟们，屏幕上面的微信加一加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免费领取福利，兄弟们，有可能是耐玩的福利啊，懂的都懂。 跟我跳 装什么呢？好吧，大一枪没事，兄弟们，在顶上呢。我来扶，找个地方躲一下。来，我这楼下，别进去，我在外面呢。 这里边好像有人，有一个，强行钢枪，那气势不能输，必须得干他一下子。
是吧？你说呢？有包吗，宝贝儿？包吗，宝贝？没事，能扶。待着有时间啊，家人们。这屁股挺香啊。喜欢就好了。有药吗？给你两瓶水，给你两瓶水，没有包。去扶他吧。完蛋，不是吧，兄弟们，这爱好真操心，这么多人到，整活大队啊，这是又当爹又当妈，外边来人了，好像哦，他就杀我队友那个 IE。哎呦呵，200油桶。什么枪啊，这个是？这个人的包就剩个喷子了，装备转移。那个水坝下，水坝下对离我们最远的一个支点，那个石桩呢？喵的，头偏了一下，还没打中。这把必须带路人吃鸡，兄弟们，我有信心。你跟我装什么呢，我的宝贝儿？我三刀，兄弟们。你我高架上面啊，两个小心。这尼玛这栏杆好烦。走走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咱们该走了，要不药一会儿药没了，毒死了。走走走 ，follow me，follow me。右边的高架桥那个人是被我打残了的。
我尼玛，我连个背包都没有，这里好穷啊！穷呀！我的个妈！要不一会儿就得被毒死了，就得。这没被收，再收呀！这没被收，快点，直接收啊！绷带都是好东西，我娘！嘿，一个没偷到。这边应该有车的。很显然没有，跑跑跑，这边找车。只要车开过来，开过来。你带路人有了负担，肯定不是啊！我来开车，他们都扶我两次了，家人们。我给你们点绷带，来来来，兄弟们，一人来八个，来来，然后一会你们坐车就缠就完了，一人来一个。不收车费了，这把就别收车费了吧。别收了，兄弟们。天真屋，下播回复你啊，下播，等我下播。助理没在，助理这两天他不在。下播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我的宝。这是个什么操作？这中途跳选手倒地不起，这是什么操作呢？打大包啊，哥们儿，直接打，不会毒死你的。三号选手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导致整个队伍的速度拖慢，现在他心里很自责。
这把还是蛮艰难的，你还别说。不行啊，这血不够呀，到前面这个坑里边打爆药吧。车没有油了。开这个摩托，开这个摩托，我去开前面蹦吧，你俩开摩托。我不想坐摩托。那你不会想坐蹦蹦吧？不坐摩托，坐蹦蹦，这他妈在后边直接人没了。不走了，他的 98K 的弹夹怎么在外面？路人的这个鸡我必须带，就在这个加油站。我操！叙利亚小车，叙利亚战车，快快快快！他会打我们脚的，进来。后边最后一个。是，昨天晚上一v四，全我杀的。我操，这边失血秒了俩，我讲，我要倒了队友绝对完蛋了。得亏我那个时候我差一丝血，我还能杀俩，太吃劲了。这队他妈太猛了，我操！叙利亚战车你知道吗？我操，就是咔咔叙你就完了，冲过来了都直接。开车水吓死我了，还好我们队里边有这位帅哥，直接扛下了所有，临危不乱，对吧？非常关键。裤裆肯定就是湿了，裤裆那必须湿。
按喇叭，我操，还往上撞呀！不动，一车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一个车。现在就剩十一个人了，啊，冲了，发了命 ，Go Go Go！ 有意思 ，and eat， 意思 follow me， 来吃 Go。biu biu biu，OK。什么玩意儿？大火耗子，来我这边来，来我这边点，往我这边来，兄弟们。不好打呀。别冲别冲别冲别上去，那高楼还有人呢。三头我都没见，他怎么就剩一身血了？你他是不是？Follow me, follow me, follow me。没有退路了，外边已经建筑了。哎，你算了，有车不开无所谓的，这个圈要什么车，那开哪儿去？还有五倍的呀，击倒一个，击倒一个 ，Go Go Go， 发了面。右边那个人能打到你刚才杀那个人的点，刚才补那个人。我补的。对对对，刚才你帮我补的那个人的点，右边那个人能打到。剩余离得不很远，不是很远。把你的烟雾弹给我，你有烟雾弹吗？把烟雾弹丢下来。
烟五袋。就那边两个加防区一个没了，过来过来。我操！一 v 二了，不好打。来吧，宝贝儿。我看看你们俩有多猛啊！一打教学，先找位置啊！烟猪恶鬼一打二非常简单，没什么难度的。非常简单，大家不要眨眼，看我如何吃鸡。我操，这俩人呢？人呢？喂，不对吧？应该不是一打一打一吧？这几个烟白丢了，白扔了这个烟。说实话，别眨眼啊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绝对是那种一动不动的王八，兄弟们。趴那种树后啊啥那种王八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知道我是主播，然后不敢出来，而不是一打一打一，所以说这烟还是有必要起的。哎，我真都服了，人呢？玩呢？人呢？给我两枪灰，比这得劲儿啊！这多吓人呐、啊！人呐、啊！都他娘大反斜！应该知道我是主憋吧？下个圈就没法进了，主要是。
哎，人呢？玩呢？这俩绝对是一对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俩就是刚开始就是哦，在这儿一个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像那边右边，对对对。灌雷，直接。还有一个呢。石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只有石头那能藏。是啊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，失血直接极限，当然是玩意。我是十三世纪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。全体起立，啊、关注发弹幕是十个奖品，感谢观看，就是这么帅，就是这么的帅气。全体起立，感谢牛仔哥哥的办卡，关注发弹幕有奖品啊，带路人世界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赶紧呼吸，别憋坏了。赶紧呼吸吧。All I want
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地回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微醺又迷人。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,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, 稍微些安全感，做我的心愿。I know you want it。以我的首选靠在中间，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，这感觉实在太危险，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，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。为什么不等他们来浴缸，受我忍不了了。哎，应该三个全打倒了，差一枪嘛。就好了，老乱码了。这边这么多人，必须干了。人多就是刺激啊、哦！就感觉这些人都刚枪了，好爽啊！那落地都得死一半，得劲儿。大家都不运营了。我操！我在楼顶没枪，救我趴楼顶了。我直接趴楼顶了，没有枪，他还在楼下呢，救我！我没有枪，我在楼顶，对，最顶上，你直接从一楼来，他好像在二楼，他应该不会来抓我了，他不敢。算了，不演了。开麦了也不开麦，我这自己跟自己说话呀。这怎么这么凉啊，今天加水了。这空刀别想了，我也不想拿了，我就干人家是吧？
但没有三十套是真难受啊，上把被两枪连续点，哎，老可惜了。绝对有队友，拔掉大满。我操！这么金喷的都。这人要一旦要残血呀，他就慌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这个时候就冲他就完事儿了。哎呦，第一个打死的居然有三级甲，真是够可怜的。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狮城小霸王，我操，这个车看到没，开车上就直接它动了一下。狮城小霸王不是狮城小王霸，刺激飞机好的哥，加油。吃鸡飞机，那这把不稳了吗？喝口水先。等会儿点，空投来了。这空投必须跟紧，要不都不知道他哪掉哪。
我操，车跑的空投也跑啊。我俩都跑了。没人抢，那么开心的吗？这一把鸡了，兄弟们。我宣布本场的冠军是橙子。直接找一个鱼缸。直接冲往浴缸啊！我都见到浴缸就走不动道，知道吧？就是要走浴缸，浴缸永远的神。现在可以喝水了。收获容易，圈不错，就在这儿了。这圈说不定说在哪儿了，就在这儿了。这儿不错，接下来就靠我的吸圈法术了。这么多烟，那必须拿呀。不拿烟是对烟的不尊重，一旦对烟不尊重了，那就完蛋了。 AK 跟762哪个好？三枪，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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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跑，我的发三枪都不使，玩个毛啊，怎么玩呀？三枪不应该是死了吗？我一枪33滴血都打不到啊。怎么玩？这就是不改变的后果，这跳我他妈小窗都跳不上去。没扩容，刚找到节奏，哎，哎，打人我不行，补人我一栏的，我打人我打不着，我还补不到吗？别人的人头最好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稳定位就别人的了，但我自己的我就不想打。哎，别人的人头永远是最香的。别人的永远是最香的，知道吧？走吧，这里边这有一个浴缸房，我称之房子为浴缸房，没。
我操，有人在等我的车呢。给他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希望你不要不知好歹，不要打我啊！车就给你了，小兄弟。我们不是捡漏王，我们是浴缸王。来了一顿巴雷，OK， 无敌了，兄弟们！这样看来有人，我直接去世。来啦，又是西圈的来啦，这把三级套 DBS 大炮八倍，这把还不吃鸡，吃500金石，话放在这啦，大家不要走，看我吃鸡就好啦，宝贝儿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浴缸。你把先欠的50000金，什么时候欠的50000金？50000金，得5亿金了吧？哎，腰射也能上，也腰射不用跳好像就能卡窗，就在跳的过程中腰射，那没事了。翻下来了，那没事了。
卡双技术下流，一点都不一流。来啦，这就吸大圈，真就吸圈呗，真就白给鸡呗，那能咋办呢？就白给鸡呗，送我嘴里来，我能不吃吗，宝贝儿？这要是不吃鸡，真的没脸做，没脸做成了。变身浴缸王包少爷来了，他在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二楼，最里面小房间的二楼，二楼最里面，二楼最里面，冲冲冲，这一个二楼最里面小房间浴缸，二楼最里面小房间，二楼一大禅一师，浴缸里面，浴缸里面，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插一枪，在我后面打药呢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在浴缸里面的最里面小房间直接开枪，他没血，完了。我看到有人，看到有第二队来了，我直接当场跑浴缸里来，就这，没有人能在这杀得掉我，好吧，在这我是无敌的，我就这么说吧，以后叫我什么，叫我什么玩意儿，以后就叫我浴缸王吧，兄弟们，浴缸王在线，老经典场面了，兄弟们。经典再现，子弹是够用了，我操，头是五六啊，这里边应该是秦段的那个，全都是 M 四。真就吸圈呗，就都吸圈都就吸圈体质呗，就硬吸呗。
这一波各种躲子弹，兄弟们，必相线躲子弹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多刺激啊！四排竞技模式17杀吃鸡，我们是什么玩意？我们是本场的冠军。观众主播发送弹幕，给兄弟们送10个免费的奖品，大家关注发弹幕参与一下，感谢兄弟们的观看。我们不是冠军，我们是冠军。主播这么厉害的原因，能看到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主播啊，主播的画质是经过细心调整的，帧数也变高了，知道吧？帧数变高了，画质变好了，脚步变大了，玩的也变厉害了。那么怎么才能跟主播拥有同样的设置呢？加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好吧，提高优先的帧数，加屏二微信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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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DBS 哦，1897，帅不帅，宝贝儿？宝贝，我帅不帅，宝贝？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喷子王。哎，为什么我打的这么帅，没有女粉呢，兄弟们？这女粉怎么最近跟女的特别的无缘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有妹妹吗？卡个房管有吗？我看人家的这个就无论是这个什么多少人气的主，多少粉丝的主播，人家直播间都有几个那种啊女房管陪着他，哎呦这就有啊，我就没有呀。就直播间没老妹儿吗？办两张卡给你上个房管聊聊天啥的。有没有老妹儿啊？就喜欢橙子哥哥的，陪我聊聊天啥的。人家那么多粉丝，那么多女粉，咱家就不行呢。这咱们的这重点啊，重点、啊，研究一下重点呀、啊。什么叫饥渴呀？什么叫饥渴呀？那没有才饥渴呢，也不是说饥渴吧，叫迫切。按理说，我这个操作来说的话，他应该是有一群女孩子想跟我玩游戏，总该是想的吧？你起码你不想干嘛？你不喜欢打游戏的哥哥，但是你想跟打游戏厉害的玩游戏，总该是有的吧？就我的微信都已经这个半年没有见过女人了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？感谢宝贝呱呱的办卡，感谢呱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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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兄弟们儿。已经开始诱惑女粉丝了，诱惑也没用，怎么都没用，我什么招数都使了，我这么帅，打游戏这么厉害，不应该，你知道吧？就有点超乎了常理，就离谱。什么叫自恋呀？这是这个应该有的。你长得这么帅，也是有这种想法。办卡上房管吧，办卡上房管，你得是女孩子啊，谁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加我微信，这个聊聊几天再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男的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女的呢？是吧？哎，确实。都吓跑了，算了吧，兄弟们，我还是喜欢男孩子。骗人是吧？你得证明你是女孩子，我才能给你上房管呀，这位呱呱小同学。我认识的呱呱可都是男孩子。这把应该也能吃个筋儿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楼的话，找什么楼守呢？也没有这个浴缸楼了呀。去哪儿呢？这个图哪里好守？其实也就是这个长条房有操作空间了。不是这种房型，是这个那种房型。等下个轩吧。好，我们直接过去。那个房子我们可以一打八的，外边楼梯很难上，他们会很慢的。来了，萨诺教学，一个好的点位也可以一打四哦。
DBS 不能没有什么枪都没有必刷点。这图也没法解功能，我就趴这儿吧。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尽管提。加油，平凡哥哥，我会加油的。不管你这把能不能吃鸡，永远支持我，幼稚。难道你要反右复成吗？啊呸，反成复右。空投来了，可以去尝试一手，看他能不能落我们旁边。对着我来的啊，可以，奔我来的。这必须要去，空投不拿那能行吗？狗杂，快跑！回去，回去！这枪无敌了，这枪在这个图老猛了，一条线啊！等一个猝死可还行，突然暴毙是吧？
是绝对不会的。哎，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是41个，怎么回来的时候只有30个了？是不是？这走了一趟，死了10个。这个房是最难攻的，就这个房子，守房子一定要守在这个房子里面。赛季结束的时候，单排大师4排钻石会发放2个奖励吗？啊，不会的，他只因为他奖励都是重叠的，就是说大师有的奖励，就是钻石有的奖励，大师的也有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所以说他如果给你徽章的话，那肯定是给你大师的那个徽章。我估计你有500强的，艾米丽，你是500强徽章，然后500强的那个名片，你都有500强了，还要钻石奖励啊？但是你那个降落伞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它每一个奖励它都是一样，知道吧？只不过这个越高的等级它的奖励的种类越多，但是越高级的肯定有最低级的，懂不懂我意思？赛季是下个月4号结束。杀他俩我都没感觉，这俩玩意杀俩人已经这满足不了我了。我操！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艾米丽，等一下，看弹幕的卡了，稍等。哎。还有13枚敌人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老粉丝告诉一下，新来的，咱们是啥？我们不是牛马，
摸来摸过来了，兄弟们。没事，故意的摔的，丝毫不慌。我的妈！哎呀，我操，裤子湿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波，一会儿得换条裤子去，瞬间湿润了。还有九枚的人，我操，好刺激啊！这个图，哇，这个雷炸到了，我操，这个雷把他炸死了。太刺激了，我操了！140，
别眨眼啊！这一波一打四啊，看着啊，开叫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是橙子，好吧？倒几个了？倒三个了，丝毫不慌。这一个侧身完成单人四排晋级模式，最后一 v 四，简单来说的话是一 v 八，因为最后那三个人加一个独狼，再加上这个四个是八个人，九个人全九个人变成一个人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本场的冠军，牛不牛逼？绝一 v 八，小六走一波呀！感谢观看，我们是冠军。觉得主播牛逼的可以点个关注，发发弹幕。大家有想提高游戏的帧数的啊，可以提高20%左右，可以提高25%左右啊，兄弟们。然后画质跟主播一样，脚步变大，可以加平面微信一条龙服务，兄弟们。我们是冠军。感谢不读的两张办卡，大家屏幕上微信加一加啊！我们是冠军。
原是美梦，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，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，转吹一圈圈眷恋。原是欠缺，原是那句令人难受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都这么害怕上把的冠军吗？我吃鸡吃到吐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让橙子带你来体验一下。有其他人呢、啊、信号枪是什么玩意儿？八倍九八可以秀一把吧，兄弟们，好吗？不想丢了，九八 K 都满配的，这爆俩头就换喷子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不会觉得我怕你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他在外面围墙后面。在我这围墙后面。我他妈的！二号，我看你的。左边有一个，我操！这他妈的是谁？哎，你是谁？你还怎么还抢我人头呢？哦，那是另外一队的那个人。我操！又抢我一个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他妈的逼发自己的潜能，我们是逼自己，直接拿下一穿七，被他们抢了两个，一共是八个人两队，他们抢了我俩人头，我打倒了七个人呢、啊，这一波，帅啊！
老猛了，现在老猛男了。这两天找回了当初的感觉，就是帅。我看那手雷是给你们看的，我怕你们不知道，我看了一眼，有时间的不怕，知道吧？只要你的这个脑子这个想的够多，其实也没有那么慌乱，你知道吧？就思路清晰一点，愣了又不会直接炸，看一眼也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主要是，哎，经历的太多了，太不慌了，就这么多人就越过来我越有点开心，你知道吗？那当初的话就有可能会激动一点，就现在就他们越过来我越就怎么说呢？心情平复一点，杀了他们之后都没什么心跳。心率正常，你知道吗？老一打是选手了。太帅了。8Y98K 不能抢人头吧。助理是不是在玩游戏，红包都不收了？别着急，他这个有可能在忙呢。别着急。哒哒哒。什么玩意儿啊、哦、SLK 那没事儿，从来不认识 LK， 等着吧，等空投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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